虽然我读书不多，但我知道钱是赚不完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来到厦门的第二天。本来今天安排啊是去安踏的总部参观一下，但是因为台风的原因，人家那边全部居家办公了。今天去不成总部啊也没关系，但我们能去门店，顺便去那里啊，给大家看看产品的质量，把把关。主要是这个台风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的，你看看现在都出太阳了。出发了，老师已经在下面等我们，找他汇合去。外面的风真的好大呀，就推着你往前走。你干嘛呀？这是狮子当先。现在我们跟着老师去品牌店参观一下。这条路就是中山街步行街，我们现在到这个品牌店了，看看。说真的，如果不说是在厦门，我真以为自己在广州上下九。主要是这边的这个建筑啊，都很有那种历史风味。我们现在带大家进来看看安踏的门店。欢迎小安姐，上午好。谢谢。哎呀，还有帅哥给我送花。现在我们跟着安踏的店长来了解一下安踏的产品。像我们安踏的话，它是有分成人品牌跟儿童品牌。然后成人品牌的话，这边主要是有两个大系列，一个是我们冠军系列，然后一个是我们大货系列。然后儿童系列的话也有，儿童的话就从3岁到12岁都可以穿着。这种冠军系列是不是就是跟咱们国家队用的那种衣服是同款的那种？对对对。老婆，嗯，下播给我搞一件吧。干嘛呀、啊？我钓鱼穿，你看这种穿的多好。看你表现吧。这边鞋子从户外篮球鞋一直到运动鞋、跑步鞋，各种各样都有。这边还有这种凉鞋，看着也不错哈。你别看下午预报说要来台风了，这边步行街上人还是挺多的。哎，蓝心婷，蓝心婷，你看人家这个模特多瘦。怎么没有可比性？人家这都是按照真人做出来的，你要想达到这样，你也练一练。这种速干衣你有没有？没有。我给你挑一件哈、啊，你一会儿穿上看看什么样。再给他拿条裤子，看人家的翘臀，这种休闲款的短袖也不错哈、啊。拿一件让小兰试试，哎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衣服是好薄，感觉没穿一样。人家速干衣就是这样的，哎，我给你选了一件短袖，你试试。行，来试试。哎，这个衣服也好看。朋友们，说真的哈，穿运动装真的会让人显得很年轻，很有活力。有一说一哈，穿上这一身确实很显得年轻。你这身衣服喜欢吗？喜欢啊，家里也没有这种衣服。要不我给你买一身？真的？啊。去了。过来看看这一身衣服怎么样，我买来送给你。还给你拿一条裤子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爬泰山。真的？啊。来。好。来，还有这个，走的。你不脱下来？你这个太舒服，不想脱了。这是您的衣服，然后慢转弯，现在帮您看。好，拜拜。衣服我没试完，也买完了，我们现在去直播间看看去。走，出发。这个就是鼓浪屿郑成功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直播间，你们看看。哇塞，看看人家的直播间，怎么样？专业吧？很专业，很专业。现在小兰跟人家老师聊一聊明天具体流程，沟通一下。你沟通啥？刚我跟小吴沟通了，就是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啊，不要搞任何套路，以真诚为主，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不要搞那种啊大家快抢啊怎么的那种，不搞。行、哎、可以，明天要播的所有产品样品都在这儿了，感受一下，在这儿。原来他们直播那个叮叮响是这个。怎么样，如果明天对着这个镜头直播，心里紧不紧张？肯定会紧张啊，说不紧张那是假的。你到时候腿没打哆嗦啊。你觉得这裤子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要干啥？我想挑战一下自己软肋。你要试一试啊、因为我真的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很少看我见穿长裤吧？你很少穿这种运动裤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屁股大，腿粗。今天试一下，看能不能遮住我的缺点。试一下。你看看这裤子怎么样？哎，挺好的，没显腿粗。没显腿粗，定吗？收进去了。那可以哈。老婆，你想啥呢？是不是心里没底儿，有点慌？不是。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支持我。啥呀？你说就是。无论明天直播卖的好与不好，我想把第一次直播赚的钱都捐出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得把咱送礼物的钱和彩礼费先扣上。啊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大家也不要怪小梦抠了，因为我们这次来厦门的所有的费用都是自费的。对，媳妇儿。嗯。虽然说你读书不多，但是你能有这种想法，我真的很替你高兴。虽然我读书不多，但我知道钱是赚不完的。当然了，我也有点自己的私心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，我无条件支持你。28号早上8点，希望大家准时来我们的直播间。当然了，
西瓜 play 打榜开始了，希望大家给我们投出宝贵的一票。朋友们，小兰没什么要求，就想吃一碗正宗的柳州螺蛳粉，拜托你们了，就知道吃。明天我们开播之后，大家进入西瓜视频我的首页，点击为他助力，在直播间观看，或者是观看我们的带货视频，或者是浏览我们的橱窗，都可以帮我们打票。早上8点直播间不见不散，拜拜啦。